走吧。媳妇，你说我这区区山贼怎么好意思去见九王爷啊？怎么会？那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见你岳丈了？走吧，走吧。爹，这就是小宝。小宝见过王爷。小宝，这是你的名字？你姓什么？回王爷，宝爷我从小便是孤儿，孤而无姓。既是这样的话，爹，您就赐小宝一个姓氏吧。王爷要是能赐小宝一个姓，那实属小宝三生都修不来的福分。大胆小贼，九王府岂是你能攀附的？来人，把这个恶行满贯的山贼给我抓起来！爹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